喂 ，Hello， 嗱嚟到今集嘅呢个迷离世界啦，啊，今个礼拜都依然系，今个礼拜依然都仲系，依然都仲系波 Sir 同埋 Nicky 哥嘅，咁啊，话说琴日咧就万圣节啦，玩得开唔开心啊？万圣节啊，不得了啊！呢啲万圣节啊，一定要去即係朝下聖嘅，係邊度朝聖？即係我哋上個禮拜都有講到啦，萬聖節嘅一啲即係傳統嘅話，咁傳統啊，梗係蘭桂坊噶啦，係啦，即係香港嘅話已經係少之又少嘅一啲慶祝嘅活動噶啦，係啦，但係好彩我有朋友係生日，跟住之後咧就喺 weekend 嗰度搞咗個生日 party。哦，佢萬聖節生日嘅？佢唔係即係嗰期嘅，嗰期 OK 係啦，跟住佢哋就每年都係搞咗一個生日 party， 即係兩個女仔嘅一個聯合嘅生日 party， 係大家冇想。是 group 埋曬，即係成集朋友成100人啊，差唔多。哇！嚇，兩個女仔 call 到100人去。係啊，跟住之後自己 book 一個即係酒吧咁嗰啲啦，就做埋 Halloween party， 就每年都有唔同嘅 theme costume。哦，幾好喎呢個，幾特別啊！扮咩？我好難想像喎。今次係診所，診所即係好多護士、醫生同病人咯。生活已经够艰难了，做乜仲要扮埋啲咁嘢咧？唔知啊，因为佢每年即系咁，其实佢哋搞即系作为一个搞手搞一啲咁样嘅party 嘅话，佢哋要谂个 theme 出嚟都好难噶。同我哋个节目一样咧，其实咧要揾一啲唔同嘅主题带俾大家，其实都困难，都搞尽脑汁噶，搞尽脑汁。因为始终即系呢个世界太大咧，太多嘢可以讲，而我哋要点样归纳去讲俾大家知咧，其实呢个都系好难嘅。我哋通常遇到一个烦恼就是不知道讲什么好，啊，因为有很多东西都想讲，很多东西想讲，但是又怕不够 juicy， 大家听得不够入味，啊，一来，二来就是有很多东西，我明白大家的想法，即是有时候我太沉，但是有时候我讲的又不够抑扬顿挫，有时候不够入肉，但 是我们都尽量想在不同的 case 当中，去拿多一些平衡回来，令到个节目更加好看，令到大家看得更加开心，所以我们努力地磨合，看看有没有新的火花出来。是是啊，我唔知俾乜反應你好不是，因為即係大家揾料嘅途中咧，其實有好多時候會多咗嘅，我發現係多咗我哋自己嘅一啲意見出現喺，即係我哋每一集嘅一啲內容裏面，即係一啲獨立嘅諗法。每次我都同你開好耐會先至正式入廠錄影啦，或者係即係同大家見面啦咁樣嘅。咁其實成個開會個過程咧，可以話係。点讲好咧？真系话困难又困难，因为濑嘢啊，可以话系 hea 地咁啊，都唔系 hea 嘅，就系即系有两样嘢嘅。第一就系嗰个资料搜集嘅，同埋嗰个倾稿题嘅嗰个过程啦。第二就系即系又有充足嘅准备，我哋去 support 我哋嘅主题啦。第三样嘢就系我哋都要放松一下，我哋先入到嚟嘅。因为有阵时你倾到火红火绿咧，即系你个脑会闭塞啊。一来闭塞啦，二来可能有嘢拗啊咁个。咁但係我哋都要balance 翻自己。so far 好彩，大家各位仲有唔使担心，我同波上系冇闹，系冇闹交嘅，我亦都唔会背后讲佢坏话嘅，我亦都相信 Nicky 哥背后好支持我嘅。我会正面咁讲佢坏话。冇错，通常讲我坏话就正面讲就得噶啦，我系唔会介意啊，最多我讲翻你坏话嘅啫，就系咁样。好，有冇激动咧？系啦，嗱，即系讲咗咁耐要入题啦。系啦，讲咗咁耐，讲咗咁耐咧，其实想多谢大家嘅，因为啱啱过去嗰集，我知道有唔少观众都赞我哋嘅，呢个其实系好鼓舞嘅，咁好多谢大家，咁亦都好希望我哋嘅努力可以继续得到大家嘅认同嘅。咁啊，言归正传啦，咁就啱啱过去一个恐怖嘅节日啦。咁唔恐怖噶，其实唔恐怖，其实唔恐怖，唔恐怖，开心嘅节日咧，应该话。即系到现时为止嘅呢个社会风气系根本完全系无视咗万圣节原本嘅万圣节原本嘅一啲。日本就变咗 cosplay 节啦，系啦，香港其实差唔多啦，香港就变咗。系纯粹系，其实都系 cosplay 节，我觉得都系 cosplay 狂欢节啦，最多系系啦，即系同埋俾个借口你可以去蒲，好好发泄啊，好好去放松一下一个节日。即系都系嗰样嘢啦，我哋个节目都系想抄翻啲底蕴出嚟嘅，即系每一样想讲
講俾大家知嘅一啲題目，都係要屈翻，即係靠翻佢原本個原意出嚟俾大家知。希望大家唔好覺得呢個節目其實係歷史血河加越讀越正，加旅遊中加成，即係件事唔係咁咩嘅。我哋呢一度咧有我哋自己獨立嘅世界觀，有我哋自己獨立嘅諗法喺當中嘅。咁今日咧，我主要想講一單嘢，就話説咧個零禮拜前發生咗一單新聞係令我好留意嘅，就話説喺10月22號，咁喺呢一個美國佛羅里達州入邊咧出現咗一件好奇怪嘅案件，咁係一單校園慘案嚟嘅，咁你可以話係不幸中之大幸啦。就呢單兇案出現之前咧，就已經俾當時嘅嗰啲所謂 school staff， 即係學校入邊啲職員，就制止咗。同時間咧，犯人都被住校的警员是逮捕了的。咁究竟是什么事咁值得摆在迷离世界讲呢？我发现呢外国呢插去少少，我发现外国好多时候呢发生一些校园的一些凶杀案啊，或者一些枪击案等等的。不知道是他们压力太大啊，定还是是怎样的情况？你知道香港的话呢，如果是学校发生即是一些即是如果遇到霸凌或者等等的那些事呢， bullying 啊，霸凌真的。是啊是啊是啊，bullying如嗰啲嘅情況咧，咁啲學生通常即係受害者嗰啲咧，唔會話去係老羞成恨嗰啲嘅情況去走去報復咁樣嘅，而係選擇即係可能係比較悲觀少少，只了結自己心情咁樣啦。但係喺外國咧，係好多時候發生一啲係類鬥類嘅，你咁樣對我嘅話，我要殺曬你哋咁樣嘅情況。我諗呢個可能同文化差異有關，但係我唔講太多，唔係陣又話我變咗歷史血學，即係出事。咁、okay. 但係可以講兩句嘅就係、是。東方人嗰個對於社群關係嘅諗法，同西方人對於社群關係嘅諗法係完全唔同嘅。即君不見有好多移民海外嘅華人啊，經常都俾當地嘅外國人指責，就話佢唔融入當地嘅 community，、即唔融入當地嘅社區。點解咧？因為華人有好固有嘅一個好強勢嘅傳統喺當中嘅、而可能呢啲傳統咧同當地嘅社會格格不入嘅。咁呢一個係一個表現現象啦。咁佢實際上嘅底韻係乜嘢咧？底韻就係華人其實相对都比较内向嘅，佢唔似得外国人咁样含蓄少少啊嘛，系啦，华人含蓄少少嘅，外国人就相对地外向少少嘅。嗱，呢个展现喺咩地方咧？同样系一个社群关系，譬如用 school 做一个例子，学校一个例子。華人面對問題，學 Licky 哥話齋，可能我會歸咎自己，或者我雖然會怨嗰啲人，但係父母師長會話：哦，如果你做得好嘅話，人哋點會咁對你啊？啊，係啊，將個責任擺咗喺他擺咗自己度。咁但係外國人唔同，外國人教你俾人搶嗰啲嘢，你要自己攞翻翻嚟嘅。咁呢一個係一個好自我主張強烈嘅嘢嚟嘅。咁同我哋華人嘅家教啊，乃至於係嗰個整體教育嚟講，都係好唔同嘅嘢嚟嘅。咁所以你會話你華人面對呢一啲 bullying 同海外。即系洋人面对呢啲 bullying， 佢哋个处理方法可能系完全唔一样嘅。啊，今次咧呢个阿波 Sir 讲话喺呢个10月22號喺呢个咩州啊？美国佛罗里达州。佛罗里达州度有间学校就系啦。即系及时制止咗，冇令到一个血案去发生。嗱，呢一单嘢得意啦，即系话晒行凶嘅咧系两个小妹妹，系而佢哋并唔系遭受到 bully 嘅。等等先，小妹妹嘅定义系佢哋系几多岁？11、12歲左右啦。哦，咁细个真系小妹妹嚟嘅啫。哇，咁细个就可以系构思到一啲咁恐怖嘅嘢。好劲喎呢单嘢！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新闻。咁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话，可能都唔记得咗噶啦。咁究竟系咩事呢？话说呢两个女仔就唔系俾人 bully 嘅，系佢哋系正正常常嘅两位女孩。但是他们之所以筹划这宗凶案、我觉得某程度上是他们 bully 人、究竟是什么事呢、就话说呢当日之前这两个女孩子本来就很 friend 的、就大家不知道做什么就看电视剧、就觉得电视剧里面的撒旦很型、就很希望去亲近到这位的撒旦、姑且叫他撒旦先、但是问题是我怎样才能亲近撒旦、如果你跟着、譬如教会或者是学校教你的方式，你做一个好人，你做很多好事，其实你只会亲近到神、你不会亲近到撒旦的、所以呢他们就说、我们要即刻即救我哋嘅罪孽，令到我哋有能力可以落地獄，我哋可以佢話 with Satan， 即係同撒旦一齊嘅。咁究竟係咩事呢？嗱，我想岔開少少講啊，即係記唔記得前即係。早好多集之前，我哋有讲过一啲邪教啊，系有讲。我哋讲邪教讲到啲观众话我哋似灵界警讯啊，已经系啦。嗰次讲邪教嘅时候，我唔记得咗嗰单叫咩咧，即系有个鬼佬，跟住之后演说好犀利，跟住净收埋啲靓妹靓仔。
翻嚟做信徒嗰個邪教，我突然之間撈唔到嗱咁人民聖殿教啊，係啊係啦，咁呢、這個。呢、這個情況有啲相似，因為咧啱啱頭先波 Sir 講到犯案嘅呢兩個犯人十一、十二歲，正正就係佢哋個思想比較混亂，喺度重組組織緊自己一套獨立思想嘅嗰個年紀，冇錯，係啦，又重新係出現咗喺呢個年紀身上啦，即係佢哋係好容易係吸收到外來嘅一啲資訊而慢慢自己可能唔覺意行差踏錯咁樣去，其實我覺得即係我知道你想講乜，即係你意思即係喺嗰個自我塑造過程當中接收到錯誤的資訊，從而令到自己的人生價值觀出現偏差，就導致到自己又搞埋啲咁嘅嘢啦，係咪呢個意思 ？Exactly， 我想話一樣嘢就係唔單止係咁細個細路，即係十一二歲嘅靚妹先至會中招，我肯定咁話俾大家聽，廿幾歲嘅女孩子都會中招嘅。咩事呢？即係原來你問我嘅話咧，即係又拆開少少啦，唔好意思各位。咁其實我覺得啦，經過我自己即係咁多年人嘅長期觀察。有好多人其实对于自己不熟悉的嘢咧，系好容易听到人讲嘅。好奇啊嘛，好奇心。就我想讲一个 case 俾大家听，呢、這个 case 系大家慎防濑嘢嘅一个好好嘅反面教材嚟嘅。咁咩事呢？我相信大家可能都会即系睇下塔罗啊、问求神问卜啊各样嘢，可能大家都会年轻嘅时候做过类似嘅嘢。咁就话说咧，我有个朋友的朋友，咁我费事爆佢啦。同埋我的朋友不是我啦，OK？ 咁好啦。Okay. 即系你谂下，我咁精灵点会濑呢啲嘢咧？你的朋友也不是我，系啦，我的朋友也不是佢嘅。咁啊，话说咧，呢位朋友咧，其实我喺 Facebook 讲过嘅。你再讲啦。咁话说咧，呢个女孩子就觉得自己好黑，黑到一个不可思议嘅地步。然后咧，咁佢又睇开个，似讲紧我嘅，佢又睇开个塔罗斯嘅。咁但系唔知点解嗰铺咧，佢就唔睇塔罗斯啦。因为个塔罗斯好贵嘅，佢觉得。咁成日都皮几咁样拎走佢嘅。即系我唔知系咪塔罗系咪真系咁贵，因为我未睇过。咁 anyway 啦，总之佢觉得自己好黑。咁、有个朋友话：，哇，黑到咁样好唔寻常、啊，不如我带你睇个二姑啊，咁样。嗰啲二姑即系问米嗰啲啊。啊系啦。咁结果二姑咧见到佢咧，就话佢有六个灵体跟住佢。哇！咁但系你即系你知呢啲二姑嘅嗰个作用系沟通嘅桥梁嚟噶嘛？系啦。佢好友善噶嘛？佢系并冇提供任何解决方法俾佢嘅。系啊，纯粹系同嗰六个灵魂去沟通啦。系咁但系都冇沟通到噶。冇沟通到嘅。但系直接就同嗰六个灵体有六咁样。个人只嘢有礼貌啲，系、人哋都系众生之一嚟嘅。系你行街，你行街啲人话见到只嘢行过，你会唔会嬲佢啊？都见到呢啲灵界嘅朋友啦，咁样。对唔住，咁唔识佢唔好叫朋友啦，算啦。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咁啊呢一位女孩子就大为紧张啦。咁啊咁紧张，佢做啲乜嘢咧？就揾翻个相熟嘅塔罗斯。即系都系兜兜转转都系。然之后个塔罗斯话：系啊，你有六只灵体跟住你啊，咁样。即系呢件事，我觉得有少少搞笑。即系你问个塔罗斯嗱，如果个塔罗斯系心术不正嘅，即系你唔好。如果个系真系心术不正，我相信有好多正气嘅塔罗斯啊。但系如果个塔罗斯系心术不正嘅话，你走去问佢，我有个二姑话，我有六只灵体跟住我，系咪真噶？即系俾我系佢，我都话俾你听，系啊，有好多嘢跟住你啊，咁样啦，大佬。即系我自己会觉得系如果我要去咁样去睇一啲，死啦右边啲警讯咧，即系有一啲即系占卜等等嗰啲嘢咧，我唔会话俾佢。即系我净系会话俾佢知我基本嘅嘢，我唔会话俾佢知我依家嘅状况。系啊，啱啊，因为正常嚟讲系你要去占卜嘅时候，要系睇佢有冇效嘅话，系啊，最好嘅一个方法就系你唔俾佢知你依家实真睇开嘅，实质即系一路有问题都揾开呢位塔罗斯嘅。但系咁你冇理由你嗰个朋友走去同佢讲话个二姑讲话有六只灵体，系啦，我心谂如果嘅时候你直接咁样同佢讲嘅话，佢系唔系都话系噶啦？系啦，系咪都话系噶啦？喂，然之后仲要呢一个塔罗斯咧，一路以嚟收费都唔平嘅，皮几嘢咁就上亲佢就皮几嘢噶咯。所以咧，几千人皮几嘢咁摆低嘅，即系波 Sir 咁讲嘅原因就系证实除咗一啲十零岁嘅小妹妹系好容易俾一啲新嘅外来资讯而灌输到令到佢个人有少少混乱之外咧，其实咧冇关年龄嘅。其实我未讲完。好因为仲有后续嘅，咁塔罗斯话系啊，有六只灵体跟住你啊，之后咧，犀利啦！嗱，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同埋都问埋 Licky 哥啦，即寻常塔罗斯嚟讲啊吓，你个 client 面对到呢啲问题，你应该都会用翻自己塔罗或者西洋魔法啊诸如此类嗰啲手段解决佢噶嘛？呢个塔罗斯就犀利啦，嗱理论上系咁样噶嘛，系咪？个塔罗斯就犀利啦，佢话啊，你咁样咧唔得噶，不如我帮你供灯啊。佛教嗰啲啊，不
不如我帮你供灯去供奉佢哋啦。佢会唔会杂不楞咗啲？我心谂你冇嘢啊？你系咪有啲？你系咪有啲即系？但我唔反对 crossover 嘅，但系会唔会 cross 得太过夸张咧？系嘅，即系太过。然之后仲要同佢讲咧，你要长期上嚟噶、啊，即系每次皮几咁摆低噶，一次断咪要六皮、啊，阴公。我心谂即系你系真系帮佢解决紧个问题啊？定还是咧从中谋取紧暴利咧？我都好想。问一下你个问题，即系我讲呢样嘢最主要的原因就系、是，即唔单止十一二岁嘅小朋友啦，如头先 Nicky 哥所讲，即系你稍微大少少嘅人都好啦，你本身对呢样嘢冇乜认知嘅话、而你又有自己一套想象嘅话咧，你好容易踏入某啲嘅陷阱嘅。咁、好啦，下翻翻嚟再同大家讲下，我哋本来讲紧佛罗里达州呢单嘅凶案同撒旦有乜关系、而其实有几多凶案系假撒旦或者撒旦教之名进行嘅、今集迷离世界。主要就同你讲呢一个撒旦教奇闻，下拍翻嚟继续同你迷离世界。